哎，俊硕。好。哎，现在拍什么？你知道今天要干嘛吗？不是拍宣传照。没有，今天还有一个特别企划。什么特别企划？今天要让你在这边完成专辑的第十首歌。不是已经完成了？没有，你只有九首，现在还差一首。今天、啊、怎么做？我们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走进去看吧。什么鸟啊？那是我家的。对啊，你家的啊。啊，你们什么时候搬的啊？你们什么时候搬的？太闹了吧。所以我今天要在那边写歌，对不对？对啊，写歌就是把你的第十首歌全部写出来，就在这里。全部一天之内，然后全部做完，然后还要拍。对，还有宣传照，宣传照要。最好是来得及啊，一天之内。不管啊，所以我劝你现在赶快开始吧。谁写出来啊？Yo, show me. 我唱着 old school shit, but not old. 你唱着爱豆就从不太多，太多的太多的多了爱我，连限自己你不能演的事情，那明天后再说。Old school shit, but not old. 你唱着爱豆就从不太多，太多的太多的多了爱我，连限自己你不能演的事情，那明天不小心又爆了钻戒，把手机给关机，发红了没空管你。我不会跟你收费 They always 以为我会担心被归类对我会你背了我你负责催费我什么都会让你心心被摧毁我这小子到底哪来的口气 The OG 这是我的 My Life Top 3怎么比他们讨论我的来历把地下和地上一样喝一半的太极你太大意才被我的外表骗有实力又有脸的 rapper 太少见直接推翻你的逻辑你脑袋漏电今天你看不起我明天让你跪下道歉我唱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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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着 old school shit but not old。我唱着爱豆就从不太多，太多的太多的多了爱我，连限自己你不能演的事情，那明天后再说。Old school shit but not old。我唱着爱豆就从不太多，太多的太多的多了爱我，连限自己你不能演的事情，那明天后再说。Hold up。第二段很难背吗？一两个小时内就要背完电脑。你可以的啊。哦，对了，真有多次说我都是靠着后置在键盘敲着，手指都落在他右指，却意想不到我现场最燥。I kill the stage， 为你办了后事 ，Like one man army， one man army。下去从花莲走的顶多 on my way Money in veins Warning 都是超发挥笑我做不到的人如今都长大醉我是出生之虎正要发威我唱着 old school shit but not old 唱着爱豆就从不太多太多的太多的多了爱我连限自己你不能演的事情那明天后再说 old school shit but not old那明天后再说。OK， cut， 收工嘞。还没啊！啊你要在这里剪完 MV 耶？什么？我唱着 old school shit but not old， 我唱着爱豆就从不太多，太多的太多的多了。
Jan 哥。Hello，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阿甘大明星。大家好，你是我们今天的大明星。Idol 第一次当大明星啊，都可以啊，你永远都要当大明星啊。就是你入行的时候的一些想法，刚刚那个看到是你的一支那个算是微电影吗？也算是小纪录片啊，小纪录片。我们来郑重欢迎一下哦，你的名字很特别，对，你姓楼。对，大家好，我是楼俊硕，欢迎楼俊硕来到安大明星，耶、yeah。遇到那个唱那个饶舌的都会比较紧张啊，真的吗？不会啊，因为唱饶舌的人就是那种嘴巴都很快，然后那个口齿也都算，我刚好是那种有自己的那个特色，反应比较迟钝。哪会啊，哪有反应迟钝？你看起来就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人，而且那个刚那个，我刚才跟那个楼俊硕在讲说，哎，那个 MV 到底是有没有跟你串通啊？还是、哦、完全都是意料之外吗？完全意料之外、啊，因为那个看的人不会相信啊，都想哎，你都很爱演，因为你不是说你从小就很爱演？哦，哎，我是从小就很爱演、啊。对，他是搭配你的爱演嘛，然后就给你一个没有，那有一点小演，小演的点是因为我那天看到镜头，哦，然后看到镜头就哎，就本能反应说对，其实那天有一点小火大，就是既然。要我今天在这边做一首歌是吧？哦，你是小火大那个。然后可是看到镜头就有没有很脸也脸有点僵。但你那个行李都拖着啦，所以那天就是来到这里是有一个任务的嘛，对，原先设计的。那天原本公司跟我说是要去拍专辑的宣传照，拍这个，所以这个照片、嗯，这个照片也是拍 MV 的那一天。这是我的，你送我的，要先借。对。谢谢你耶，对啊，送我礼物，然后我还先借你用，所以这个是那天那个拍的一些照片，对、嗯，就是这个也是拍 MV 当天，然后而且要好好介绍一下吧，你的专辑名字叫做、那個、我的专辑名字叫做 Idol Rapper 问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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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你自己中文翻译一下，偶像饶舌歌手，偶像饶舌歌手，然后问号问号，为什么要问号问号这样子？因为。其实问号问号的点就是，这是一个反问法，就是我到底是你是一个饶舌歌手无误，但是你是不是要当 idol 这样子吗？对，是这个意思吗？对。可是我只能当 idol 吗？那你对 idol 是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哦？不然你为什么要对你的那个专辑的标题有这么多自己的坚持啊？还是有什么想法的？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是从那个。前阵子有一个很红的饶舌的节目叫《中国有嘻哈》，然后那时候他们因为一般的 rapper 他们会对就是饶舌歌手，他们会对那种很注重自己长相或是头发发型跟穿着的人，他们会觉得你就是一个没有只空有包装没有实力，就这是一个那个就是大家关注的态度的问题，这样你就是 idol。你不是 rapper， 你是 idol。可是 idol 也可以当 rapper 这样子。对，是可是我想要表达的是，就是我虽然就是看起来公司会长那么帅，没有、嗯，不敢讲啊，所以才会问号。没有，你在不敢自己讲，你在歌词我唱啊，就是你也不是故意长那么帅，不是这样说吗？我有认真听哎、欸，就是刚刚你自己这样讲的啊，对，而且那个刚刚看完那个 MV 啊，忽然发现就贵公司也真的蛮省钱的。就后面一大排工作人员的名字啊，如果刚刚全部搂出来，大概有十个名字，有八个楼俊硕吧？没错，八成都是我。对，从那个作词、作曲、编曲、混音、和声，然后中间跳噔不见了，然后怎么剪接 MV 什么什么，就是你哎、欸。剪接也是我。所以刚那个 MV 其实就某些状态当中是你真实的生活记录。是没错。其实我平常很常就会这样子，就是可能一天之内就生一首歌，或是生一支 MV 出来。但这也代表说你真的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才华，集于一身这样子，什么都能做一点。会有这样子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刚开始你知道饶舌歌手是没有什么钱的，就是没赚什么钱，因为我们应该说做音乐其实本身就蛮辛苦的。然后刚开始你没有什么资源的时候，你又看到别人哎都发一些 MV 啊，或是都做一些很厉害的歌 po 在网络上，然后你就会想说，可是我没有什么钱，我该怎么办？哦、啊，那我自己拍好了。所以我就开始会着手去做，然后自己拍一些 MV， 然后渐渐从一些 cover， 然后变成拍自己的 MV， 对，这样就总有一些那个你算是那个入这一行的某一些就是很难忘的那个
自己的经验，对不对？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我看你那个自我介绍写在那个公众平台里面的，你以前是什么代班的？哦，乐手 ，IO 乐团的代班贝手。啊，为什么要代班那个？对，代班。所以他也代班费有多少？就是，好笑的。而且你从代班变那个，代班变成自己就是独立耶，这样很酷啊。对对。你是因为代班被发现的？我是因。应该说，我之前代班的颜值担当还是我没有。我以前高中是玩乐团，然后、欸、我觉得你的音乐让我就是会有一种没乱晃的感觉，让你跟着点头一点点，就是一点点有点讨人厌，就是一直会想要点头，会觉得那就达到我目的了，真的吗？达到我目的很烦吗？哎、对啊，会很烦，又很忙，然后哎，不能好好坐着，就是。对啊，这是我目的啊，让大家。目的为什么？就让我们运动吗？对啊，哇，人才可以融入我的音乐嘛，融入音乐，然后我们也血液循环也会比较好。没错，坐在这里就是比较不会有卡巴奇的问题。没错，你在写这些所谓的饶舌的歌词啊，跟你，你有写过一些就是用唱的歌吗？有啊有啊有啊，就是没有不是饶舌的，就是在那边唱。有写唱的歌，当然不是我的。是写给别人吗？还是写给你自己？也是写给我自己。还是有没有发表？也有没有发表。这里面全部都饶舌吗？这里面有唱有饶。哦，有唱有饶。你今天帮我们准备的有那种有唱有饶的吗？有、哦。真的哦。刚这首就是纯饶舌嘛，就从那我一直念的那一种。对。那我可以问你吗？就是一个纯饶舌的歌，但你如果是一个制作人啊，你会在什么时候？去决定他就是这个歌手饶出来的是饶出来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念出来是你觉得很好的这样。你说什么？因为他没有歌，对啊，因为他没有所谓的那种什么唱歌的话，你说啊走音啊，然后什么哎忘词啦。哦，其实那你除了忘词之外，我也不知道。其实饶舌也是会有走音。你要教大家听一下哦，真的吗？对，你走音你是给我们看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在唱饶舌的时候，你听好像只是在念字，可是我们是有一个是有一个旋律在里面的，比如说我唱着 Old School Shit But Not Old，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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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连续好几句的时候，其实是听起来是循环的，就是某一个同样的旋律在循环，是一个。那你抖音一下嘛，我想要听。比如说，那你要用念的，你不要怎么哒哒哒的，我要听你走。好，比如说我唱着 old school shit but not old， 或者 是我唱着 old， 我唱哎、欸，好好难哦，是是我唱着 old school shit but not old， 就是哎、欸，所以说它是有一个那个，它还是有一个旋律在的。但是你们就是这些爱唱饶舌的朋友一起那个建构出来的典范吗？还是是怎么讲？应该。可是你刚是我觉得你刚另外那样唱也还蛮酷的、欸、就是你所谓的走音有另外一种风格，这就是这就是饶舌里面就是我们会称为 flow 哦 flow 哦对 flow， 因为就是flow 就是我们在唱除了把词唱出来的时候、嗯、我们唱的一个旋律的感觉。谢谢你教我们嘞、欸，因为我只是觉得说就一整个从那个2017啊，然后一直跨到这一年新的一年，然后就。就还蛮多饶舌歌、哦、对对不对？然后其实在这更早之前，其实在台湾就一直有很多饶舌歌手，对，只是突然很蓬勃，就大家都要饶一下那个，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好酷哦。然后你们其实饶舌歌手或是那个创作人都还蛮有都还蛮有学问的，就都能写出，不敢讲啊、就都会在自己的某些领域里面很认真去深究一些他要的知识啊态度啊理想啊主义啊什么什么这样子，对不对？对，你个人喜欢写哪一方面的，就是愤青的啊文青的啊什么什么，你是哪一种？我比较倾向于写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你都是在说自己好还是骂自己还是在其实都有哎、欸、啊对啊，就是开心的时候写开心的歌，难过的时候低落的时候觉得人生很不如意的时候写那种很悲惨的歌，是哦，对，然后觉得时事有时候也会批判一下，批判一下，对，所以那哪一种东西会让你最有灵感？这样子一下啪啪啪就写完了那种？通常哦，其实只要自己经历亲身经历的，其实都还蛮快的。其实我套在那种
以前大家在看所谓那个古典文学，某些状态当中，饶舌歌手是现代诗人的那种概念呢。以前人家不都诗跟词都有词牌吗？有曲牌什么，然后就是用唱的。对。然后这里面都是文字啊，你感觉上其实也是一个这种概念。哇，你是现代诗人呢？哦，谢谢谢谢，不好意思。那不好意思，你今天第一首那个现场饶一下，是要为我们饶一个什么呢？唱 Idol Rapper。Idol Rapper， 然后最主要的那个。歌词里面的意境跟那个，其实这首歌词的意境跟对别人、对听的人来说，你想要跟我们，就是我很屌，不好意思，没有啊，就是我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就是一定要先觉得自己很厉害。对，没事，你按到麦、欸，对，就是一个饶舌歌手按到麦的时候会觉得很糗吗？啊，还好啊，还好、哦，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对，我就是饶舌歌手，任何时候都觉得自己很屌。哦，好，这所以是故意按掉的，是一个这种带状态。对，好啊，你现在现场要饶一下 ，OK， 可以吗？没问题。好好，那你第一首歌就带来那个你刚刚我们看到的 MV， 对不对？对，是吗？对，然后现在现场要 live 一下，没错 ，live。好，欢迎娄俊硕带来的 Idol Rapper。感谢大家。Yo, check. Hey. What's up? 我唱着 old school shit, but not old. 被称作爱豆，却从不太多。爱多的太多，太多人爱我。你现在今天不听 can't say， 那明天后再说。Old school shit, but not old. 被称作爱豆，却从不太多。不小心又发了传奇，把手机给关机，发疯都没空管你，我很怕你 don't judge me， 长得帅也不是我的专利，但你却随心都拿我照片当范例。Fine， 没关系，我不会跟你收费。They always 以为我会担心被归类，对王位匹配了我，你不知罪备，我什么都会让你信心被摧毁。Whoa， 至少知道你哪来的口气。The OG， 那是我能买了 top three， 怎么比他们讨论我的来历？把地下和地上。被我的外表骗，有实力又有脸的 rapper 太少见，直接推翻你的逻辑，你脑袋老练。今天你看不起我，明天让你跪下道歉。哦、我唱着，我唱着 old school shit but not old， 被称作爱豆却从不怠惰，太多的太多的多了爱我，你现在今天不听天的事情，那明天后再。谢谢。对，我正在看歌词哎，认真看歌词哦。对啊，你很厉害哎，就很厉害啊，就是你知道这就是我刚刚讲，就是现代诗人的概念啊。你看你那个歌词啊，都还会有押韵的，而且会利用你那个演唱过程当中自己去转换那个韵脚。对，这是你们写的内容的时候很会特别注意的事哎，而且你啊。就是没有一句废话的概念，对，就是尽量把它浓缩。所以你讲，那你平常讲话是一个很准确的人吗？其实也没有，所以你可以讲，很爱讲废话啊。哦，好，那有没有？也不会啊，因为平常写歌的时候不能写废话，所以就把废话都讲在平常的生活中。你这样讲也太客气了，真的是。我正在认真的看，但你都很凶。有啦，就是看歌曲，看歌曲，是不是？这首歌很凶的概念。对，这首歌就是。因为你说，如果今天你看不起我，明天要让你跪下道歉、啊。对。你需要那么凶吗？真的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态度啦，就是不好意思。我只是跟你研究，因为我跟你研究一下，你想说，就是写这种那个饶舌的歌词不能太软弱吗？是这个意思吗？也不一定哎，就是我觉得大家的风格不同，可是我对于这首歌会比较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我是真的有那么一点实力。是，对。那、啊、因为那个长时间的饶舌啊，那么啦啦啦啦啦啦的啊、嗯，你平常讲话会受影响吗？哎，其实好像是会，我自己是感觉不出来，可是其实很多人会讲说。我听你讲话，好像你就在饶舌一样，就是会不自觉的有一个 tempo。那比方说，如果家里有人就是多说了你两句，然后你会给他饶一段，就是跟他说，比方说如果
你爸爸或你家里妈妈谁谁谁，然后突然间就是认真的教训了你，他说啊，有俊硕，赶快洗澡了，都几点了还不敢睡觉、啊，然后你就是在叭叭叭，那你会跟他饶一下吗？我是不会，因为他们应该就笑出来。哦，真的吗？可是好想听哦。那你有想过就是怎么跟别人应对的时候用饶舌？你会有这种突然上升这样子的？你说突然一个 freestyle 的感觉吗？其实是一个 freestyle。对啊，其实如果你在就是能突然即兴的就讲一些饶舌词的话，就算是 freestyle 了。可是我这方面都蛮弱的，我比较注重在写。对。那像你这样创作一长篇的。就已经是篇作文了哎、欸，几乎哦，对不对？你这个字数都超长的，对对，其实大家都问我说，为什么你们每次饶舌写那么多词，怎么背得起来？真的，你怎么背得起来？如果把旋律拿掉，你会忘记吗？有可能，有可能哦。对，对、啊，因为那个，因为念书的时候，老师都会教我们背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然后就会把它念成歌。其实我现在状态当中，那个饶舌就很像那个，对对，适合上课的时候用。其实把你写一些。可能历史相关的东西吧，比方说要背个什么《长恨歌》啊，或比方说要背个什么《赤壁赋》啊，就类似这样子。那你有哪一首歌特别适合拿起来？如果有人在钻研一些古典文学，你建议他哪一个节奏适合搭？我觉得都可以耶，我觉得都可以。你应该要定一篇文章让你 rap 一下。刚没想到，这是我突然想到了，这你会成为一个新生代的那个，说不定可以博士哥哥。就是帮他加赋予一点节奏感。有，因为有时候背书很累，然后就可以那个在那个地方，对，对，他蛮好的。我之前在那个大热门的时候有改编一首歌，然后改成那个那什么考驾照口诀啊？真的吗？对，考驾照的口诀。对，就比如说什么？快点，你现在来一下。我知道你上了很多次大热门，我刚刚还认真才在看一些有的没的。对，我好像不应该自己 cue 自己，不会啊，我现在有点忘记歌词。没事啊，你可以自己再发明。所以你驾照考过了吗？我驾照考过了。啊，有意思。哎、欸，可是我们那时候不需要什么口诀啊。那你考驾照的时候有自己的口诀吗？我在考驾照的时候，啊、其实我考驾照最需要口诀的应该是什么倒车入库吧？还有什么？其实啦，我觉得啦，真正会开车的人应该是不用什么口诀。我是说，反正考试归考试，去学驾照就是那个都不会到会，人要操作这么大的机器，一定有很多一些过程啊。你在帮助大家哎、欸，你写一首那个驾照歌，然后让大家考照的时候就很酷。我想一下，我那个时候写歌词，然后是因为它是改编顽童的干大事啊、oh. ！对，我在考驾照，你不要乱。出发之前，胎纹、胎压全部都要看。调整座位，再系上安全带，超赞。做定位后，别忘记要检查仪表板，检查刹车灯切，检查电瓶灯切，检查你的油表有没有亮了红灯切，检查你的排档是否打在 P 档。好，就是差不多到这。我现在听起来不再像考驾照，你这样比较像验车的时候。对对对，可是。你在家里、你知道现在考驾照、哦、这些一个没做就要被扣分吗、哦哦哦哦、所以这还是有用的、哦哦哦、我以为这是到了验车场，然后开到门口啊，人家那个验车的人会跟你说哎，不好意思，现在你那个车要停好，然后进去检查就在检查这些内容。对，因为现在就考驾照就也需要纳入、哦、所以要方便、就是、但这也蛮适合验车之前自己唱一遍，然后顺便检查一下自己车子到验车场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状态。然后是蛮好用的，在生活当中随时拿出来，就是完全可以融入，很可爱的一种点缀。你会被朋友逼迫的、啊，比方就是用饶舌啊，然后给他们特别的祝福啊，或是什么嘛？有这种生活上无理的要求？你说朋友吗？啊，对，是朋友。对，你说无理的要求，这是无理的要求啊，就是你这样，你就做这件事。其实同学会说，哎、欸，你不然你现在来饶一下，饶一下，饶一下，然后我就说，啊啊、我饶舌很贵。那我们就不好意思沒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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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饶的那么贵，然后我们就怎么好意思在那个地方？因为今天没预算，我真的对于即兴不是很擅长，所以、哦、所以其实大家你不喜欢当机智歌手就对了啦。对 对, 對，我这方面真的太弱了。你是害羞吗？还是觉得担心出糗？不，欸、因为那个态度就是觉得就是不能输，对，不能输，在那种状态当中都时时刻刻要保持一个那个胜利的样子。没错。对，我就会唱我自己的歌给他，就是爱面子。对，爱面子的娄俊硕承认。好啊，那你再来唱给我听好了。好啊，因为这样你乱扰，你又不理我。那我来看你第二首要扰什么？你要唱什么？第二首是《Romanless》，然后它是韩剧《交集罗曼史》的
片头曲，台湾的片头曲啊，真的。对，所以这里面就是有饶有唱了。这首有唱啊，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算是很难，我很难接受，很难接受。就即将要看一部戏的时候，他前面这么饶舌，然后说这是主题曲，会很烦，会想说他发生什么事。对我来说算是唱啊，我不知道对建安哥算不算是唱歌。我也不知道哎、欸，对，就可能唱一下。因为你现场要 live 一下，所以我才能感受。好好好好，好哟、哦，有压力。那我要来听哎、欸，有什么好压力的？你不是最酷的吗？也是啊，对对对，我最屌。好 ，OK， 最炫罗俊硕，我们来那个听那个。你今天现场唱的第二首歌叫做 Romulus。Romulus。你笑得挺浪漫耶，你说我不懂浪漫耶，你羡慕别人放闪耶，你说我怎么学不会 ？My baby girl， 请你别对我太苛责，我都不会只会写歌。So please don't blame me because I don't know about romance， I don't know about romance， I don't know about 昨天，今天你有我。很喘哦，哎、欸，这首唱的比较怎样？比较有压力。为什么？你都没有唱错哎、欸，真的吗？对啊，我很认真在看歌词啊。看来你没有发现，真的吗？其实我有唱错一个字啊，一个字而已吧。对对，就是看小卡一下舌头。哦，那是你去那个逮到而已，那没有真的出事啊。对对对对，很厉害耶、欸！所以要学一首饶舌歌真的很辛苦，但是背歌词就想要流眼泪的。就是练习啊，一直重复唱。这首歌就比较像是一首就是 KTV 可以点的那种感觉，对 对，因为它还有旋律啊，还有对比较大家可能比较容易上口一点。难怪会被人家选去当那种什么歌那个戏的主题曲啊，因为他没有从头一直在那边念念念的。哦，有啊，这首歌就是那个。但我就说你会这个音乐，就是如果像刚刚那个 idol rapper 一样，我就选那个也真的是。有点事哎、欸，打开就那个时候哎，刚、欸、好要交歌的时候，然后就有说要搭剧，所以我就刚好生了一首比较容易让大家朗朗上口歌，也没有刻意啦，就是刚好那时候在写的。所以在你脑袋里面很多那种词库啊，就是闪来闪去，他们都是会
相近似的啊，可以押韵的啊，还是怎么样？还是你写一个歌词久了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欸，习惯对不对？对啊、很厉害耶、欸，但是很爱骂人啊，真的吗？对啊。欸、就人家送玫瑰花也跟你什么事？就是为什么没有？其实这首歌不能写一点那个正能量、充满阳光的感觉吗？对，这首 Roman 每次都要好像要说我比他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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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概都是这种意思。这是一种想法，也算了。那下一张你写一个那个温和一点的，好。好啊，不要一直臭人家那种。好啊，好，是这样子，是一个新的思维。也有啦，也有别首歌是。你这里面有吗？有啊有啊有啊，比如说像边缘龙虾，边缘有一首歌叫做边缘龙虾，你在写龙虾的故事啊、哦？哎、欸，是认真，龙虾怎么了？其实我是把它当边缘龙虾，融入到爱情世界哦，真的，所以这首是用唱的吗？还是这首是用饶的？这首是用唱的，啊、可我今天没有准备這首歌，我知道啊，但你可以清唱啊，是谁规定一定要哦？对，那个才可以，这首清唱，我是好长哦。唱完应该天都黑了，就是这是你最长的一首歌哎、欸，哎、欸，好像是哎、欸，是哎、欸，我没有研究过、這個，没有啊，你看他的，我也不懂啊，就反正他印出来的字的篇幅最多，而且他每一个字都不一样，跟你刚刚那个 idol rapper 差不多长度，但是这里看得出来都是中文字，然后每一行每一行都一样，然后 A 段跟 B 段完全又是不一样的，对啊，然後还有 bridge， 然後、就是、这很厉害、欸，是个小文青来着、嗯，没有没有没有，从小很爱念书吗？哎、欸，其实我从小很爱念书，我就知哦，非常爱，所以你都看什麼小说，读小说。对，我以前读的小说是可以，就是好几个暑假吧。嗯，对，因为小时候不知道，小学的时候会有一种那种什么阅读本，然后你读完一本就会记录页数啊什么的，啊、然后就会跟喜欢同学比这礼拜读了多少页。你是真的把它读进去了，还是把它背起来了？读没有没有到背啦，因为看小说、啊、就是看很快。那你最爱哪一个类型的小说？其实以前很爱看就科幻吧，科幻小说、哦、对，偏科幻或是一些，所以你有什么推荐吗？还是以前小时候很爱看九把刀哦，对，那就是你在成长年代里面最想要去看的书嘛，那种小说。对，然后还有一些，你把每一本都看过了、哦、推理小说我也很喜欢看，哇塞，就是然后还有、一些情爱小说我也会看，所以你脑袋里面有很多种类型的那个文字啊、句子啊，都是大概有一些累积。对，可能那再做一种转换，先把写饶舌的时候把那个推理的那个东西拿出来推理一下你的爱情的故事的。嗯，就是我就说，人家都说把它当成是自己，人家都说那个很厉害的饶舌歌手都很有学问，其实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对，而且你这里面也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废话、欸。不是、啊、我的没有废话、嗯、是说每一句大概都可以有一些有一个一定要有意义啦，就是不会为了压力啊，讲得你整个屁股都翘起来。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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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翘起来。idol 还是 rapper？ 都是。快点，我要听边缘龙虾啦，你自己来一下，快点，你自己来自己搜。但现在有一个状况就是我没有听到音乐，有点忘记歌词什么。你看吧，我就说吧，我就觉得这很好玩，我就想说有些饶舌歌手、啊、那个节奏没有出来，那个就是突然哎。欸就是突然间，我需要唤醒一下，可能看个第一句。那帮你自己叫起来一下，看第一句。你今天应该精神状态还很好吧？很好，很好。我也觉得、欸，需要看歌词吗、欸？因为它没有旋律，我觉得你可能。我房间。哎呀，真的。我好啊，好难哦。怎么会？那你如果我是火把，你变成龙虾，活了那么久，只为被你吃下。边缘了那么久，却被借来陪酒，那样的结局也太惨了吧？如果我是火把，你变成龙虾，躺在桌上看着你被娶回家，这只是梦吗？再不行动的话，永远只能羡慕你旁边的他呀、嗯。你会把龙虾拍成 MV 吗？哎、欸，有在想。自己拍这么可爱的事情，就是用一只龙虾，就很有画面的歌。那你可以用假的吗？你可以不要真的用龙虾，就是我可能用龙虾娃娃或是什么，可能自己穿龙虾装之类的吧。哦、反正你因为其实这个自己拍不是吗？这个歌是在讲一个就是边缘人，然后他梦到自己变成龙虾的故事、哦对。对，其实很还蛮有趣的、啊，就是因为。那梦到龙虾，你有去翻《解梦书》里面梦到龙虾是什么意思吗？哎、欸，这倒是没有。那你觉得梦到龙虾，在你的人生自己的一个有态度的那个饶舌歌手，你觉得梦到龙虾应该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梦到龙虾、哦，就是叫你在爱情的里面就不要看太清楚，不要听太多，是这样子。没有，这又龙又虾有学问了。梦到龙虾就是要你要勇敢的去
追逐你想要的那个爱。为什么？为什么？对不对？因为龙虾嘛，龙虾会在哪里？因为我这歌词里面有写到，躺在桌上看着你被娶回家，为什么呢？因为婚宴上不是桌上都有龙虾？哦，是啊，对，哦，好好好，所以我故事的概念是这样。所以这是去吃喜酒的时候的想法，哎，欸，对，其实有融合。那为什么不要帮汤圆写？你为什么要帮龙虾写？哎，欸，其实我也有写过汤圆的歌啊，我写过真的冬至吃汤圆的那个。哦，我跟你讲，你也在喜宴上，你从喜宴的第一道菜可以写到最后一道，你可以，一场喜宴你可以写一张专辑，一张专辑，对，好酷哦，好棒，谢谢建安哥给我这想法。好，那你下一张的专辑就是喜宴好了。嘿，我们看这就跟你刚刚拍那个 MV 一样，哎，对，那到时候啊，那我可以拿点企划的那个什么？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那可能那张专辑就一半的盈利就是建安哥，真的哈，哦，好，那你要记得哦，因为可能没有什么人买，怎么可能？就是到时候你就知道。哎，欸，这样就是创作，有时候在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里面，真的就是还蛮有趣的。对啊，对啊，对啊。其实我还蛮喜欢，就是把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东西写到。你小时候在念书，有想到长大你也会写小说吗？或是写诗啊，或是？我以前有尝试过写小说。他有去参加比赛吗？是没有。你的学历也是蛮漂亮的。我有拿过那种作文得奖，台北市的那种。台北市，哎，欸，对的，就是佳作，欸，都很厉害了，你不用讲前三名。佳作还优选吧？因为我选跟佳作就很酷啦。对，台北是那么多学生，是那个作文的几年级啊？小学、中学？小学吧。小学就很厉害了。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那表示你都从小就是有爬格子，然后很爱写。那时候用电脑打字吗？还是用手写？那个时候还是用手写啊。然后国中开始尝试用电脑打字打一些小说，可是就是因为小说真的都太长了，就是可能到。第三话就腰斩。第三话，我帮你讲那么专业，没有。第三话都已经写几个字了？是至少应该有个三五千以上的，没有那么多啦，都是短篇的为主。短篇也很厉害啊。啊，那时候就是喜欢打在无名上，然后自己写小说在无名。所以你以前就是在那个一个文字，用文字跟大家交朋友的那个部落客。对，可以这样说。对对对，然后从小就很喜欢，就是那种看那种。大家浏览人数的上升，培养到现在，所以小时候喜欢这种虚荣感。那没有虚荣，那是点阅率，那个很酷啊，那不就是大家在看的吗？对对对对，养成了你长大以后就把这些事写成歌，对，就有一点融入到现在工作。那你以前的文章点阅最大数有到多少？因为那些部落格，那些天原地应该都已经关了吧？以前。我们挑战那个时候的日浏览量好像有到一两万呢，欸。啊，你用什么名字？那个时候，可我也忘记我那时候，因为太久，那大概是啊，那你们后来那个什么在搬家，你没有把它搬到哪里去？这样，所以那些东西都不见了。啊，因为后来无名小站关站了，对啊，所以就什么都没有。啊，人家不是在关站之前有叫你去搬，说你还可以把它搬走哦。没有，因为后来我回去看那些文章，我觉得。何必这样听？那是你那个年少的时候的那个记录，哎，对，很厉害哇！我们今天访问到一个这么会写字，没有没有没有。所以接下来你这事情，演唱先把墨镜戴上，对，这是一个怎样的歌？这首是一首讨厌别人放闪的歌，哦，也是写爱情的。先把墨镜戴上。好，阿林，你有在戴墨镜吗？我今天没有戴墨镜来，就是呼吁大家把墨镜戴上了。所以你等一下有一些什么那个撩妹的舞步啊，还是 pose？ 这首我有在就是安排要为这首歌编一支舞，可是我还没有开始。那你要先拍龙虾，还是要先拍这个？好问题，欸，我应该会先拍这个，然后再拍这样对得起龙虾吗？我们两个刚刚讲老半天，然后原来是在骗那只龙虾。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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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其实我这张专辑十首歌，我每一首歌都很有画面，而且我原本的打算就是我每一首歌都要拍。反正你以前就是常在那个网络上发表啊，所以你真的很厉害，你应该把十首歌都好好用自己的方式就推荐一下，对不对？对，对，我怕就是跟那时候写小说一样懒。所以你比较认真在 Facebook 上面的经营，还是在哪里比较认真 ？Instagram？ 以前在 Facebook 蛮。啊，我看你那个人蛮多的，对，然后可是只是有了他们那里突然人变少，对，就是有一点少人在看。那你搬到哪里去了？就是 Instagram 上面，哦，大家可以多多，可是 Instagram 不能写字啊，没有那么多字可以阅读，所以现在写字就比较少，对对，我都把字融到歌里面了，真的。
然后所以你都 po 那个影音啊，因为现在我变得比较，因为我有时候会想到一些，比如说啊一句话会很好或什么的。以前的话就很冲动，赶快发一个文就发掉，现在就是存起来放到歌里。可是啊，对于一个创作人来说，存起来的东西到后面会一直去思考啊、检讨啊，你会去推翻它吗？会啊，就有时候弄，那弄了之后你都没发文了，很棒，然后后来就删掉。真的，可是我觉得这样子是好的，为什么？因为以前会比较常就是，写好一首歌就丢，写好一首歌就丢，然后就会变成就是比较没有顾到质量，我觉得，就是每个时段就是对自己的创作有一些新的要求。对，之后就是想要每一首歌都是。也许像你这样的那个小文青埋在那个各个角落很多哎，就是你刚好有一个。就是机会出了一张专辑，我真的是运气比较好。对啦，这里面当然有运气，可是也包括了人家真的对你是欣赏。对，来吧，来唱歌，唱完来再来聊天。我们现在已经聊到已经不知道聊到，我们从地球已经聊到外太空了。什么都聊啊，什么都聊。好，可以。好，我们下一张专辑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为你介绍是这一张。我们现在来做 idol rap， 下一张再来唱实验。下一张，我们两个真的也是很有事，就在这里就企划好了一张你的专辑。对啊，好棒。好 ，OK， 带来这首歌叫做《先把墨镜戴上》。好。先把墨镜戴上 ，Yo， check it， show me。放假，情侣站在每个街角，没有女友在家对着电脑，打开脸书到处都是删照，眼睛快要瞎掉。在一起多久，害怕全世界不知道，没过多久三分钟发一张闪照，不管到哪都要打个卡拍个照，手上拍的赶紧删掉，趁我还来不及毕业。常常闪照在我面前，光在这模糊了视线。先把墨镜戴上 ，BL to the RNG， BL， BL to the RNG。BL， 先把墨镜戴上。左闪右闪，左闪右闪，乐放闪。左闪右闪，左闪右闪，乐放闪。当兵作业，戴上墨镜长期抗战。左闪右闪，先把墨镜戴上。搞笑，不管到哪都要抱抱，摸摸抱抱，监狱上盖外套，因为高招还被路人拍照，说自己不傻很低调，这个都是你的报道。多的是情侣放什么街都是，被骂说那我的事，最重要是问候时全都叠字，公公婆婆亲亲比比，我想吃你亲亲快，送你去还限制级，回家去没限制你，趁我还来不及毕业。一张张闪照在我面前，光在这模糊了视线。先把墨镜戴上 ，BL to the RNG，BL，BL to the RNG。BL， 先把墨镜戴上。左闪右闪，左闪右闪，乐放闪。左闪右闪，左闪右闪，乐放闪。当兵作业，戴上墨镜长期抗战。左闪右闪，先把墨镜戴上。BL to the RNG，BL，BL to the RNG，BL， 先把墨镜戴上。左闪右闪，左闪右闪，乐放闪。左闪右闪，左闪右闪，乐放闪。当兵作业。上墨镜长期抗战，只剩右闪，先把墨镜戴上。谢谢。这就是蛮累的哈，就是好像从那个一开始就不能停了，是，然后就一定要唱错，然后完了也不知道哪里说谢谢，但是就把它唱完了。就是对，这首歌我刚刚真的是找不到中间可以切，我也觉得，我有感觉到被发现了。不会啊，但是我就把它唱完了。对对对。那你写这首歌词又想要按埋什么线索？这首歌其实就是没有，就很简单，就是大家很喜欢放闪。这里面有一些就是比较就是诡异的那个文字。
比如说，没事啊，就大家自己去看，我们干嘛说出来？比如说公公婆婆，哎，对对对，今天最后怎样？你看我们这，哎，好不好说？大家自己去找。对对对，哎，这对，反正那个这个还蛮，就有一些双关了，就是故意的。就你们就很爱玩这个啊，对，就玩一些文字，也不是只有你们，应该是要爱写文字的人就会在里面隐藏一些自己的心情，对。然后其实后来有一天才发现啊，原来你写的是情色小说，是没有到那么夸张。不是啊，我是说有些时候来的某些经典文学巨著或干嘛，然后有一天对对对，就突然恍然大悟，就是看老半天，哇，以前都没有发现，是后来才对，你以为他在写什么史诗片啊，或干嘛什么的啊，没有哎、欸，原来他写这个，对，这高明的人不都这样玩吗？我没有那么高明啊、就是、不会，你还蛮厉害的啦，你干嘛一直这么客气、啊、只是就是想要用歌手的身份然后让这件事情更被大家认识嘛，对不 对, 对，就是因为现在当一个流行乐的那个某一个其中这个文化里面的一个角色、嗯、然后希望可以突出也都是需要一点机缘，对，我觉得唱歌的人好多、哦、其实你觉得你跟别人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更值得被喜欢听歌的人喜欢，就是以自我推荐的角度来说，你怎么推荐你自己？我怎么推荐我自己？对，你算是一个就是新生代嘛、嗯、对不对，然后是一个新人、嗯、那新人出来就总会想要被人家看见，对，那今天如果这里是一个平台，像那选举一样，请大家投你一票的那种概念，请大家投我一票，因为我什么都会，什么都自己来，就是为什么这样就要投你一票，全能型的 One Man Army，为什么这样就要投你？因为我一个人就可以做了很多事情，所以呢，如果这跟我们喜欢你的歌有什么关联？就是你要，你这个是告诉唱片公司说找我就可以，我出片很简单，是只要有我就好。对 对, 對，这你现在是要推荐另外一个方面的。对啊，你刚刚那个就哎业者喜欢哦，真的吗？哦好耶，那找你什么都能做。你说为什么要喜欢我的歌吗？对啊，你要告诉观众啊，我觉得、就是、请他们来喜欢你这样子。我觉得拜托拜托听一下那种概念、啊、但是不能讲，不能讲成这个样子，你干嘛突然这么弱，你又不是这种人、就是、因为我真的没有什么好特别去跟大家说哦，你们一定要来喜欢我什么，不行啊，没有，不是因为你来我听我的歌就对了、啊、你听了你就懂，不可以，你听了就喜欢了，你就很会写，所以你要讲一个比较像样的，然后把这件事情放心上，然后你回去好好想一下、好好好，然后泼在你自己的那个 好好的介绍自己，当然啦、啊、你从以前小时候就这么爱创作一定、所以我就心里有，我常在讲有人就是最难的叫做自我介绍，对不对，真的就你可以写一百种别人的故事，可是不知道要怎么跟人家讲你自己，就我不知道，因为每个都每个点都想讲。其实我以前这方面很强，因为真的吗？对，你有一套、那个、我大学是那个面试的，然后我面试的、啊、有那种大学口试口试的面试，我全部都上。什么意思？就是只要有口考这一关的，你就是都有都正取这样子，对，都正取。好酷哦！对，因为所以老师就是不只跟你见面三分情，完全被你收服这样子。对，因为。在这种时候就是要非常有自信，然后就是对，就是属于那种过度自恋的那种。不会啦，不会啦，我觉得说我就是你们要的人，有到这样子吗？那这学校应该不会收你吧，比较保守一点，就是我相信我就是贵校最需要的人才，因为你用人才我从小就喜欢，然后什么什么，比如说我是读商的嘛，所以我就说、我家境家里原本就是是做商的，然后我从小就对商很有兴趣、就算没有我也是这样讲、所以你爸是开公司的，是没有啦，就是、没关系，家里的事情不用拿起来讲，公司里面，对对对，现在突然这样认真看你，就是你双眼皮很漂亮啊，谢谢，没有，其实今天有一点水肿嘛、哦、真的吗？这样还水肿？对对 对, 对，不会啊，就蛮厉害的，很双，而且那个很分明这样子，你要让他们近拍你的，你看你刚刚唱歌唱到那个摄影大哥都很有想法，还是下机器来那个，对啊，一个运镜，对啊，他整个镜头突然间辛苦他要抬一个，不辛苦啊，就是你的表演有激荡到他心里的某个点，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哎、好哎、那来帮这个帅哥来用一点特别的，我今天很想看你写，我们这个叫梦想版，一般说写梦想版就是我们想要，其实梦想是什么的，哎、对对、我有注意，你有 follow 这个事情，因为你是一个文青哎、所以我好想看你怎么写、可是怎么样又不会了，没有，不是，因为我可以不要让你即时创作啊，我写真的很丑啊，丑跟美不是重点，是态度啊，好，是态度，所以我现在要写还是我要直接讲出来我要写，我们帮你写吗？你现在是董事长的意思，没有，不是，我是说我要
突然间抽他。我要写啊，还是第四名？等我写完就对了。等你写完，对啊，你不要我们等你也没关系啊。对啊，梦想是什么？不是你的梦想哎、欸，是你知道 what dream is 那个意思哎、欸。对。好酷哦，我好想要知道你会写什么。我不会批评你的字啦。我真的蛮丑的。故意闹你的啦，怎么可能这样说来宾？那哪好意思？哎、欸，怎么办？我觉得你写好大字哦。真的吗？我写太大了。对啊，你在写绮梦吗？没有，就突然想到他。你的梦还没写一半啦，已经占掉一个字，应该有九宫格，大概已经写个九格了。没有，有时候紧张的时候就突然忘记。没关系啦，你整个你这个九宫格拉很长哎、欸，这个直行大概有四格。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他字的结构是那种瘦长型的。但又不是很瘦，为什么要研究我？没有，这很好玩啊，不然你看，它字是瘦长的啊。哎、欸，像这样、哦，有没有？现在要说文件，就好长哦，就明明才几个字而已。然后哇，下个肉肉等，我就等是说这个长度，这个长度的概念，是不是？一般不是教我们在方格里面写字吗？你在长方形里面写字啊，不是吗？你这字都长方形的，是。好，没事的，继续。好好玩哦，你是一个有内涵的那个年轻人。梦想就是，你不要写那个让我觉得无聊哦。你要写出像龙虾一样的有创意耶！我又不是叫你写龙虾，没有没有，因为这个是我对我来说很重要，是认真的就对了哦。所以你是分享你的座右铭的概念，然后好好好 ，OK OK 啊，这也是我们的目的。梦想就是写完了、哦，板子只有一张哎，你上写了一幅，还要再给你第二张的概念，写那么长又那么满，应该还没写完。那你要想尽办法把它写完。可以可以可以。写完了、哦，这样写完这样又很无聊哎，哈哈。哎、欸，我觉得我可以解释一下。我会让你解释啊，我又不是写完就上，快点，你赶快写完啦。我都来不及，突然来不及让你唱最后一首歌了。你好美地方签名。不会啊，签在上面也可以啊，好不好？所以要。好。耶、yeah, ，好了，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一个很不工整的。不会啦，一张板子。这是你的态度。梦想就是人生，因为人生只有一次，要用尽全力。对。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你要签名 ，OK， 好，我签在上面。好，侯君硕带来的那个自己的对梦想的想法。对。啊，今天是3月7号。OK， 我无论如何就希望你的那个分享，让人突然有一些你的读者。想起了在那个他的某一个年轻的时刻，曾经在你的那个什么无名小站、oh. 看过你写的文章，说不定他不知道是我。快点，先把笔盖起来，我觉得你会画到你的白外套、欸。哎，我觉得你是这种男生。Okay. 没有，不会，不会。哦，真的吗？我会很小心。小心哦，来笔，我先帮你收起来。好。好。梦想就是人生、嗯，因为人生只有一次，所以要用尽全力。我跟你说，好，时间不多了。好。但是我想要让你唱歌，但你等下可以唱一半就好了。好好好，可以吗？可以。可是那首歌好收吗？无论如何，你要在一个点上说谢谢。OK， 没问题。因为我们还要回来，然后跟大家道别。好好好好。所以你不能唱完哦。好好好。啊，你最后就是本来唱的这首歌叫做最后一首歌叫做你老爸。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不是最后一首歌，是今天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叫做你老爸在你背后。然后这首歌其实是讽刺网络酸民的，这是一首批判的歌曲。那我们今天都是一些。只能唱一半哦，好，只唱一半，因为这里面在骂人，所以我不能让你唱，好烂哦，没问题，你要自己停哦，好好好好 好, 好，给你唱，快点 ，Yeah， check， show， show me， let it， 你 love 在你背后。老公在你背后，你老公在你背后，你老婆在你背后非常火，她非常火。
你老婆在你背后，老婆在你背后，你老师在你背后，你老板在你背后非常火、OK 的非常火。他们不定经历过了七嘴八舌没垮的，哎，见面装傻，背后偷偷用键盘杀他，哎，怕你发达，言语打哑，越打看越他发，但大多都只是无聊，绝大多数来插话。They talk shit about every day， 靠着靠背，自己靠张嘴，都不放过机会，那种像是机械应对进退，但是无法击退，那是高分贝，针对人不对事，论是非却匪夷所思，没他的事，还要多管闲事，准跑自私，要为了的自卑也是。按下不喜欢账号就办了十几个。请你分享，就说你不是做刺激的，要先有理由，还就键盘，你竟然刺激了。花时间回应算命，我宁愿拿时间写歌。Yeah， 老婆在你背后，老婆在你背后，你老公在你背后，你老婆在你背后非常火。Yeah， 他非常火。M I R A， 老婆在你背后。老婆在你背后，你老师在你背后，你老板在你背后非常火。Yeah， OK， 非常火。谢谢，要抓到点了，抓到点，我这次有抓到。会难吗？突然叫你把你那个原创，然后突然在中间喊停？不会。应该还剩下多少？剩下一半。哦，真的，我刚好抓到一半的地方。抓一半，对。哦，这样蛮厉害的。可以。我觉得就是新没有，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当新人的时候这样子，然后觉得哎、欸，你今天跟你聊天，觉得你还蛮有趣的，写歌啊各方面应该真的都还蛮用心，可是要被看见，我们就是还是要需要一点机运啦，对不对？对啊，加油加油，会。今天唱的还开心吗？今天很开心啊。然后主持人第一次在节目上聊这么多，第一次，对。就是这样聊还可以吗？你还满意？很棒，好像蛮很满意啊。不用这样说，因为你是创作人哎、欸。满意吗？啊，不是，我就是说，因为你们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想说你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我是不知道有没有今天有没有，因为我们希望借由今天的对话里面啊，也可以真的让你的作品被别人认识。然后当然希望这个平台就是可以让所有喜欢表演的人，然后在这里真的得到被大家看见的机会。所以我都会希望哎。真的有帮，就是我们有互相帮助到对方，有然后让你真的在创作上有非常开心的一天。对，非常谢谢建安哥，不客气，谢谢你今天来让我认识你，就是是一个很有趣的那个饶舌歌手。谢谢。所以你会一辈子一直饶舌吗？我其实这样想，不会去，也没设定，对，就是反正就是要做音乐。毕竟你看我以前从好不好写小说，哎，真的还得台北市那个什么优胜，然后到现在这样。那你第二张专辑如果没有叫喜宴的话，应该我们就不用做朋友了。哦，真的吗？啊，当然啊，不然你今天是在那边。好，那我看来我就是你可以去算笔画，对不对？就是可以什么什么的喜宴，或喜宴的什么什么，这个我可以接受。好，可以吗？好烂了，我是干过什么事的感觉。我喜宴感觉还不错，还不错啊。就但是从第一道菜开始啊，从那个拼盘，然后一直汤，所以汤圆会是在第几首歌？汤圆会在第几首？汤圆吗？汤圆之前发表过，应该就不会收入。不会，你可以换一个别的，不能吗？哦，换元宵之类的。不是，就红红白白或什么白白红红，什么都可以啊。可以。红圈圈、白圈圈什么的。哎，你是那建安哥，你是作家哦？先预定几张吗？我觉得你这样太为难我了，就你要先发行出来之后，我才能跟你讲。那我们可以请你再来玩。好，那好好的表演。好，没问题。好了，希望你的音乐可以被更多人看见。我们也没什么好祝福你的，就是节目的最后再送你一个完整 MV 的播出。好，谢谢。这样可以吗？可以。谢谢楼俊硕今天来，大明星。谢谢大家。谢谢你来。谢谢哥。下次见。拜拜。安安大明星给你最。的明星，安安的明星，陪你们聊到最彻底。不管你在哪里，只要打开手机，新鲜的刺激，流行的惊喜，安安的明星，你要的全都在这里。安安的明星，你要的无限量供应。Thank you.
心的浪漫耶，你说我不懂浪漫耶，你羡慕别人放闪耶，你说我怎么都学不会。My baby girl， 请你别对我太苛责，我都不会只会写歌。So please don't blame me because I don't know about romance, I don't know about rose.Okay. I don't know.